多有激烈举动。你们手里的枪是干什么使的？学武要正宗，行事要正直，为人要正心，处处都是规矩。一句话，不许动。文化总该革新的。狼牙穿在一起独立分。我追随过松柏将军，武馆兵莫诺，前途在军界。由你掌管东北军，我立即停火，你觉得怎？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？于事已至诚，效忠领袖，服从组织，为达成使命甘任导员，不辞牺牲。如为誓言者，愿受任何严厉之制裁。要是回不了头呢？姑娘知道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？今天人家上门来叫板，真要动手谁也没怕过。他们都忘了，其实我们还有一颗忠肝义胆。风尘之中必有性情冲人，孙子才不敢打日本鬼子呢，来一个杀一个。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有灯就有人。